今日我哋嚟到東涌朗屏，就去睇呢一個櫻花嘅。咁樣我哋咧就會行去咧前邊咧有個巴士站嗰邊咧，大約行15分鐘左右，我哋就會見到個櫻花園噶啦。咁我哋向左手邊呢邊方向去行去啦。而家咧就向前边行啦，前面咧就已经系有咧嗰个360缆车啦。啲花市咧都全部開曬啦，連蕉花市都係向右手邊嗰邊行去嘅。順便可以行埋個花市都得啊，除咗嚟睇櫻花之外。呢個就係連蕉花市嘅入口啦。呢邊咧就係花市嘅入口啦。係啊，個口幾有電喎！我企喺度。嗯。有乾貨買啦。还有合图啦，还有床单啦，还有风车啦。那边呢就有兰花啦。今年的兰花都好靓。呢啲一支嘅大蘭花120元，細嘅就70元。全部大支，呢啲係細支，細支70，大支120。呢啲一盤咧就6發發，紅發發發。啲砌好曬一盤盤嘅，呢邊幫助咧就係賣利是封啦、年曆啦。呢度啲蘭花咧就有85折。呢度有其他花，全部25元一扎。如果當呢個花咧，你跟住養有時候咧，到慢慢養到咧，就攞爆啲。哦 ，OK， 得。風信子50元3隻，水絲多45元。而家喺邊個行過去？哦，天蘭28元一支，百合45元一支。我樣樣咩花我都中意嘅，都冇所謂。呢只桃花咧，顏色都好靚。呢一隻25元一支菊花。係啊，238元一盆，同你砌好咗嘅喎。前面嗰檔咧，頭先嗰啲就平好多啦，呢檔咧就貴啲啊。嗱，呢個咧5代同堂98元，110元3支，110元，係咪真係咁樣？咁樣1、2、3、3棵啊？紅掌88。
小吉250，哇！呢、這個花都好靚，148。大菊花388，富貴子198，哇！呢、這個花都好靚啊，488。蓮花市場啦，跟住咧就行去睇櫻花園嗰邊啦。呢、這個花市咧好細啊，邊都見到啲三木凌欖車。今日東涌都好多人啊，咁我哋呢條樓梯咧就再直行過去啦。咁啊，經過條電呢個單車徑，最後嗰棵咧又開咗咯喎！呢棵就靚過前面嗰棵，靚好多呢棵。不過都係未夠茂盛咯。只係觀景堂嗰邊咧，上面拍落嚟咧，呢度咧係觀景山啊，可以上去行山，陣間我哋行埋嘅。就過馬路，我對面。可以睇真係兩邊景。咁啊，幾勁啊！呢一棵咧就葉多個花啦，有一部分嘅花咧已經凋謝。有貓貓，唔得意啊！只貓，貨貓啊！
呢棵好靚，好大粒噃。飆高處啦～